放一块纸，就是你可以下来，就是在红色上面。OK， 好好，谢谢。好可爱啊！哪里？基本上就是两点钟就可以到吧台吃下午茶跟做披萨，然后晚餐大概是五点半开始，然后八点的时候在吧台边有电影跟烤棉花糖，然后大概八点半会有抓那个西虾。嗯，对。那离你们最近的浴室厕所在这边，你们等下到帐篷之后这边有个楼梯可以看到，那走上去的话，一楼是厕所，二楼是浴室。我们现在在 A2A3，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沿着前面的路，然后一直直走，就会到河畔吧台。好，吃下午茶，好，走。气泡，那气泡的话一定要把它压掉。对啊，这就是看缘分跟人品。拉一圈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它明显的有变大了，可是还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大。
到底。对吧？微笑微笑，真的是。好。另外我放在那边。好好好。番薯。那鸡腿有腌过 是？对啊，腌过，太好吃了。不会太咸吗？不会，刚好，很好吃。嗯，很嫩的。那个面包刀切，对，用剪的，那种锯齿状，要用剪的嘞。你为什么要用剪的？里面真的好像有夹东西耶。对啊，融化了。嗯，想象中好。嗯，好吃哎。
可以来拿网子跟头灯。拿去吧，网子跟头灯。谢谢。还是我，还是我。你要头灯吗？别打在腰上。可以拿。头灯照下去，你会看到虾子的眼睛，两颗眼睛会反光，你就知道那是虾子。那怎么抓虾？虾子只会往后跳，所以你只要把网子抵在它的屁股，稍微逗它一下，它就会跳到网子里面。哪里？这里。哦，真的。好，妹妹看一下。哇，你们很多。